史上最高双抗会是多少？这时候有一部分懵懂无知的小伙伴对双抗的极限还没有一个概念，认为两三千应该是双抗的极限了。当你们看完这期视频后，你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恐怖。首先，想要达到最高双抗，肯定要选自身有双抗加成的英雄。这个人不用我多说，你们也应该知道，是梦奇。梦奇在15级的时候自带1000多的双抗，然后就是队友能给我们加双抗的英雄。小明和蔡文姬肯定要的，小明2级内有双抗百分比加成，蔡文姬的大招是根据法强的强度来给队友加血加双抗的。然后就是牛魔刘邦，在拿了暴君后，蔡文姬的大招加小明的2级能，牛魔的被动刘邦的大招加成下，他的物抗可以达到恐怖的8696，在相同情况下魔抗可以达到7484。那么这个时候吉吉国国王能打我们多少暴击呢？哦天哪，竟然高达28点的暴击，差点吓坏我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刮痧。在充国服宝是真的没有时间做视频，就先欠两期好吧，等下个月我拿了 QQ 和微信的双榜国服再给你们做纳可怒的打野教学。这期视频点赞都不求了，你们不用点赞了，可以吧？